大家好，我们欢迎梁静茹。很荣幸的，这次今晚请得到静茹来跟我们一起表演。啊，其实 Compass 呢叫我唱一首歌或表演一首歌，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不会唱歌。嗨，大家好。今天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了，因为其实我跟George Realm 其实是十几年前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我都还没出道，然后在做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就开始在录音室里面就是编曲啊等等制作，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最大的荣幸能够今天在新加坡表演，然后跟新加坡这些很优秀的乐手 Thank you, it's my pleasure。 爸，你就来唱这首歌。
再次恭喜我的好朋友，就这样今天得到这个大奖，抱一下，这么有才华，是我的荣幸，谢谢。好，那接下来带来这首《可惜不是你》。Cause
谢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梁静茹。哇，歌声太优美了，相信在场的朋友都听出了耳油。